身份登板投了一局一 K 没有失分，林哲轩点下去，王维忠接到之后传一垒，形成了一出局。我一开始还是想要用这个突袭，左打是一成五六，走外侧的变化球，叶竹轩站着不动，遭到了王维忠的三振。哇，在这个满球数的情况下，来一个走后门的一个滑球哈、哦嗯，哇，这个滑球一开始距离这个打者的这个视线比较远哈、哦，最后拐进好球带啊、哦。这球投了非常，范国成生涯面对王维忠打击率是一成八二，回棒落空，速球141公里，在一局上半王维忠送了两 K， 而且也出三上三下。速球主审把陈真拉掉，这是王维忠此战的第三 K， 前两局他是封锁住了富邦打线，四次三振。速球在低的位置，主审又拉弓。今天王维忠三振大放送，目前已经四次夺三振了。哇，看今天这个主审很喜欢这个王维忠这个内角的这个速球哦。哇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虽然进了一点有点偏低哦，可是看出来这个吉利吉到这个劲量也够大了，还是良好一换。变化球吊中了范国成。在三局上半，王维忠虽然面临危机，但是 K 攻解围，今天三局五 K 没有失分。三垒方向又是找上吴东荣，这一次他踩三垒，三垒 double play 出现。哇，这个帮助这个王维忠度过这一局的危机啊、哦！没错，目前王维忠四局还是没有失掉任何开始。回棒落空，速球149公里，王维忠三振掉了霸地士，得了胜投资格。老任打者的节奏啊、哦！滑球送到游击方向，传二垒。封杀了往二垒跑的新元旭，但是戴北峰安全上到一垒，在二军当中。回棒落空，外侧的速球。王维忠今天第二度三振掉了陈真，此战的第七 K 出现。我看起来这个第一个外角偏低的变速球，判好球之后，这个外角的这个位置哦，有点陈真有点受到影响啊。这球碰到了右半边。右外手张佑明接杀出局，六局上半王维忠再度让富邦将无功而返，今天他演出了优质先发。